啪，噔噔噔，侧面，侧面，对，啪啪啪，好，侧面，好，站一下，哎，好，站，点。往下，前面做一个 wave， 前面脚放到后面脚放到前面去，好，再次，这边往下上面，对，转下来，把这空跳的五六七八，等，五六七八 ，one， 好，再次，五六七。八 ，one， 下来 ，OK， 把这边做平行，动作就会出来。那我有考，你不是有教可强那个套进去？对，就是有一些动作，就是如果人家问，我会想一些比较奇特的方式教人家。这方法，那种套进去，就可以了。And 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， 好。回想一遍 ，five six， 你真的笑的，还是好不习惯到四天，好热情，哈哈哈哈哈，打扰我情绪了。如果被偷懒的话，就会被发现。对，我每次都会忘记，每次都会忘记这个，没有，我没有想偷懒。你给自己今天打几分？八十五啊，八十八好了。六十八，六十分啊！我觉得我自己七十五分。那你觉得老师会给你几分？六十五。因为我觉得我前面有点，就是怎么讲，没有到最好的状态。老师人很好，感觉给我七十几分吧。哎，我是完全不会跳舞啊，虚心受教，虚心受教，有说有笑，有说有笑。很烦，讲不完。想要讲很高？没有，八十五吧。妈，我不知道，好难猜哦，八十五。有时候自己跳还是会有点小尴尬。
大家一起跳的话，就比较可以放开跳，但自己跳更尴尬。自己跳的话，哎，这个是一个人的事，你来这边跳这个讲没有吗？好方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知道那叫什么吗？跳心跳围巾啊。那你有自己有比较喜欢哪一支舞吗？我比较喜欢当然是第一支舞，男生的那个舞，没办法像女生一样。对啊，但刚可强那个哦。文璇的表现其实我觉得也不错，他也算是比较没有舞蹈基础的，他有一些动作虽然没有到位，但是他很努力去把那个味道做，他可能只做一半。在验收的时候啊，能够跟得上这个验收，我觉得已经不错了。今天在验收的时候，其实我看可强他没有放什么炮，但是由于他的舞蹈基础还不够好，所以很多东西他勉强能跟得上。虽然很多东西还没有跳出味道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努力，他回去有做功课，我是看得到的。我觉得小猪的部分今天比较可惜，他把两种舞的味道跳得比较混杂，他没有抓到那个比较 man 的感觉，或者是他的味道都比较偏柔软。若凡他舞步都没有忘记之外，他的味道我觉得那个味道发挥得很好。我觉得第一次验收大家的情况都还不错，比我想象中好。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练到可以一个人一组，一个人自己验收会比较好。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情况是可以看镜子，然后两个人一组，至少还有一点伴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是你在舞台上是很孤单。我不怕。但是就是因为那我们是全身跳牛舞，对，他不一样。一个妇女抽到水的妇女。